传承文脉，更续文明。在上海，追记6000多年前的松泽古文化。松泽文化时期，整个长三角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统一的文化共同体，对我们了解整个中国的早期文明起源起了比较关键性的这样一个作用。解密长江口二号清代古船。长江口二号整体的成功出水，也再次证明了上海文物考古和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以物论史，以史增信。在上海，读懂何以中国，对话世界，何谓海派？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呈现光辉灿烂、绚丽多彩的中国。